手杖。哟，你这角色熟悉的很快啊。是大家配合的好。总算借了千百，接下来只要再努力一下。这是你现实的身体出了问题，赶紧当众去看看。难道断开链接？别检查了，小子，被通缉好歹也警惕点。玉鼎先生，你对我干了什么？别急，先把你的东西拿回去。这是，难怪虚拟现实会有传闻，原来封神积木就在你的手上。所谓传闻，只不过是大家以讹传讹的谣言。而且我说了，这是你的东西。打从一开始，封神积木就藏在你这里。我的印记？那是连接四次元空间的量子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谩骂他。没错，将封神积木封入你体内的正是你的母亲云华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清楚我妈妈的事情？这量子门是我们一起发明的，当初我们同在一个科学院，她是我的老师，我的朋友，同时也是基因宇宙研究封神积木的第一人。哎，麻烦，她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杨天，集中精神。在你得到足够多的封神积木抵御能量反噬前，绝对不能用三头八臂。那到底要得到多少封神积木？我又不是玉鼎，我怎么知道？玉鼎？玉鼎先生也是昆仑最早的成员，他们分别是12个领域的天才，太乙博士是机械，玉鼎则是封神积木。不过在很久以前他就退出昆仑，彻底失踪了。众虐王所有关于封神积木的资料全来自你们？那时候科学院出了叛徒，他夺走了所有的研究资料并交给了众虐王。叛徒？你应该也很熟悉，他可是阴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，妖狐九级。想要独占情报的众虐王毁灭了科学院，为了能继续研究，我加入了昆仑。你也是昆仑的人？我很早就已经退出了，你不知道也很正常。当时我也邀请了科学院院长，也就是你的母亲，可她拒绝了我，因为你出生了。我很生气，她居然选择放弃理想，放弃研究。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联系，直到有一天你得知天狗星人彻底灭绝。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，直到我看到你的量子门。这是我们为了更好地保存封神积木才开发的技术。原来云华从未放弃，他甚至独立找到了封神积木，所以才会被盯上。妈妈，玉鼎先生，请您教我怎么使用它。我会教你的，只是这不是你想象中的变强。这是李小子，出来！拥有绝对力量的我绝不会输给你。这下真的麻烦了，逃走就是最合理的选择。那这里的人？你们赢不了黑龙重饼，留在这里又有什么分别？这也许是最合理的，可这不是我们封神小队的选择。下等生物全都给我变成宇宙垃圾。风雷长矛暴人鹰。小张，别喊了，接下来有你输的。为了大家，我要打败你。
对不对，我要碾碎的可不是这样的你。想看我的力量，那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乾坤一掷，红莲抱元枪。怎么样？太弱了。我的火焰被吸收了。火龙锤，飞燕旋刃，快把那三头八臂使出来。对不起，不需要。那你没用了，消失吧。喂，黑龙红顶，别忘了还有我。强的，重庭，我一定要打败你！天狼炮，区区成本，别在我面前晃悠！火龙尾。要打败他，不是我，是我们才对。杨天，听着，封神积木无法让你变强，可它能让你胜利。所以，你才让我去体验虚拟现实。道理需要自己感悟，小子，明白了吗？就算不强，就算我不是输出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游戏。重禀，就用它来收拾你。封神积木，天眼击神，招来。李小渣，起来。我们一起解决它。杨天，好。哼，封神积木不会给予弱者力量，你那毫无变化的击神就是证据。那你瞧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新力量，发球变化，天眼武装。杨天变武器了，变成无法自主的武器，这也算新力量。没错，从现在起，我要和大家一起战斗。李小渣，一口气解决他。好。
绝招吧，四字元绝火炮。愚蠢，看我把他吸收掉。我这就是我这火，来再多也没用。杨天，保持输出，相信我。呀、没用的，即使你的能量没有提升，他们的用气也是被吸收了。这是敖丙，你以为我什么对策都没有吗？我所变身的武装就是为了打败你才存在的。保持输出，进入四次元空间，无法预判的攻击就是你的弱点。不，区区下等生物怎么可能赢得了我？李小张。